大家好，我是诺尔叶荣耀，我是 Junior 陈志豪，我是 Richie 徐瑞琪，我是 Ryan 廖永义，我们是四大天王。我觉得你从我们的服装就看得出来，是。不是小混混就是大佬，是社会的一个威胁。其实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刺青，我们是特地为这部电影而真的，对，这个是真的。你不要给讲，跟讲，看起来是最真的。OK， 来 ，Nova 在这部戏也是在找女神呐、啊，女神就是梁细妹。我们在这个戏里面，我们会跟梁细妹的家庭里面会有一些感情戏啦。是，所以所有朋友要知道什么感情戏的话，就要到戏院支持《梁细妹》这部电影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狗年旺旺旺！真是伤脑筋哦。